心里面有什么梦想，有什么想法，对啊，都要多看看宪哥的节目嘛，对对，开心一点，对，然后最直接的方式表达，嗯，好吧，就是凯蒂，及时行乐，及时行乐，爱要说出来，可以嫁给我兄弟吗？好，直接就处理了，是啊，处理处理，对啊，他好像没有这个意思，好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对了，总不好说赶快嫁给我吧。哎，做球做到这样，你太废了吧你！好，错都没有。各位，小钟哥这一辈子认真对凯蒂说一次话，可不可以？你不要有这种邪心的包袱。认真认真，小钟哥认真认真，真性情。你知道我是属什么的吗？属什么的？啊，不知道。我是属于你的。我刚才变了一个魔术，你没看到吗？什么什么什么魔术？我变得喜欢你了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你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油吗？啥油？哦，你讲对了。那个美玲，你说对了。Terry 结婚以后有没有对你讲一些好听话？他每次跟我讲都说你可不可以要点脑袋？那么凶，就是结婚后哦，结婚前好话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我会注意？那个是 Sakino， 下次注意。来，今天给你30秒来表达，有什么话想对美玲说 ？Action！ 谢谢妈妈，你辛苦了，我生了两个这么可爱的男宝宝。哎，你有喝哦？没有。哎呦，有真心。对这个家庭的付出，我希望能够让你爱一直闪亮。真情流露。他这个因为生两个孩子嘛，难免一笑就会闪亮。其中有什么话就把它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凯蒂，厉害，好吧，就勇敢讲出来，都不用害怕，好吧？要讲有什么样的，就看你要讲什么，那是你心里的话。要讲三四经也可以，凯蒂。车间六交，车间六交也 OK。凯蒂，给你30秒的时间，你有什么话想对 Terry 说？太跳痛了，太跳了。闪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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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有话跟他说，哎，有，因为以前 Terry 是那个棒棒糖的成员嘛，对对，我以前蛮喜欢他，因为他在里面跳舞超厉害，哦，来不及了啦，旁边那位是他太太，他好听，来那个爱一直闪亮跟红色向日葵都很好听。好啦，有什么话赶快说，好，OK 了，真的粉丝。